7月31日，中国残联召开干部会议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周祖义宣布，中央决定周长奎同志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，陆勇同志不再担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，另有任用。周长奎，男，汉族，1968年5月出生，山东菏泽人，中共党员，1991年7月参加工作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，大学学历，历任北京市海淀区人事局人才市场干部，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处长、处长、副部长期间换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实委常委、副市长，部长期间兼任全国学联秘书长、共青团中央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、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，期间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、中国青联志愿者协会会长、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、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会长等职务，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，党组成员，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。